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妹儿，大家多多点赞，多多支持，谢谢大家，爱你们，么么哒。说天道地论古今，审美时也需要创新。我穿过中原到达漠，今天上党李时刻，上国貂蝉和吕布，这历史舞台大人物，吕布为他上了魔，勾引王允杀董卓，杀完董卓头一竖，跨铁战马叫赤兔，杀敌斩将一无数，是山鹰无法挡他路。要问山鹰哪神位，关羽张飞和刘备，山鹰出青又倒地，我铸就桃园三结义。刘备又叫刘玄德，死时要把江山夺，赵云也把他扶着，山遁茅庐叫诸葛，讲完诸葛讲水浒，山东梁山雷战国，农民起义抢国土，拼命要为民做主，梁山好汉战疯了，敌众我寡不惧怕，青石都变成白发，是他的美谋闯天下，长江后浪推前浪，前浪拍在沙滩上，梁山一百单刀将，我来把他们威上，入云龙宫车撤，买个手机叫 iPhone， 像李广是花荣，反攻李谁他称雄，母夜叉是二娘，秋爱妻子喜羊羊，秋面生的是杨志，顿顿燕窝和一水的花和尚，长的鲁智深带着链子开大奔，阎阎罗也小七，成天成宿打飞机，小旋风的是柴进，坐着地铁玩微信，是这个屌丝真给劲呐、啊！青龙白虎身上衣，